所以不算了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不太算是出轨，因为他是只有一次的喜欢。他说他一直觉得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在于说，从他发生的最初就已经是巅峰的状态，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文，我是依琳，爱情一起问。哎、欸，你看起来超级不愉悦的耶。因为这期我要带入一点比较严肃的话题，是因为有一个投稿观众、哦、女生，那她不公开的，那就讲到说，爱啊、习惯和在乎是能同时并存的吗？已经变成是习惯了彼此，不确定是爱还是在乎的一段感情，是为了什么在支撑着这样子的爱情？相信很多情侣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对，那我先大概快速讲一下哈，这个女生的故事哈。那她跟她这个男友认识了3年半，交往了2年半多，我们就算3年好了。然后她的身边的朋友都没有很看好他们，就是觉得说这个男生啊，对她做很多事情都没有很尊重她，感觉女生比较爱男生。这是女生周遭的朋友的看法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她单方面的。所以我们也很难确定，一直以来周遭的朋友都会说啊，这男生不好啦，你就离开他啦，这样子。然后他有说到说，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视线，就是男生出轨，就是男生跟一个周遭朋友会说很像网美的漂亮女生在一起，就是那个女生有趴在他身上，然后跟他有一些肢体接触，对，其实就算是出轨这样子啊，这是最严重的。所以只是这个行为而已。对，他上面这样。这样算出轨吗？我觉得应该只是算比较。不算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不太算是出轨，因为他是只有一次的喜欢。你看，你很兴奋是不是？突然发现，哦，原来他认为这不是出轨，那我下次就知道了。然后他说，也只有这一次的出轨经验，剩下的都是一些比较小的事情，就好像我们彼此也会发生的。我觉得你可以讲一下小的事情是什么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小的事情好像也是蛮重要的。哦，其实你这样讲也是，有时候有一些感情就是都是小小的事情，对，累积起来的，不是一定是说哦，一定是要出轨或者是跟别人暧昧才导致分手。因为我记得这个故事上面也有说，他觉得平时男方忙他自己的事情，然后我忙我的，讯息好像只剩下报备，偶尔会有一些小摩擦，但是就是这些摩擦也不至于分手。对。然后但是好像分手了也没有关系的那种感觉。假如说、我们平时也会有小摩擦，但是我已经完全知道这个摩擦要怎么和好了，所以我们也不会吵到分手。因为我觉得他认为的那个暧昧或者是出轨，他们已经讲开，已经原谅了。对，那个事情可能就已经是过去，他只是在他们谈恋爱的这段期间发生的其中一件比较大的事情。但是我觉得更多影响他现在会有这个困扰，可能是日常上面更多更小很细节琐碎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才是这个女生真正的问题啊。你说的非常好，没错，感谢我们的 Jesse 老师，他分析的非常好。好，但是我还是得补充一点，就是他那个女生她有讲到一点，就是她为了报复这个，就是她算是赌气，所以她去下载了交友软体要去气这个男生，然后就是异性聊天啊。但是我觉得就是像你讲的，他是后来都讲开了，那我们先撇除这些东西都不讲，他最后也讲到说他已经不知道说这到底会是爱是在乎或者是习惯，甚至说我这个爱情到底需不需要有。然后他其实在这个文章里面他强调了很多次他在撑着，那其实就以往我们的案例，我们都会讲说如果你是在硬撑着这个感情，那就直接分手。但是其实听他这样讲完后，我觉得这个案例其实是很多情侣都会发生的。我在前阵子我就看到一个人写一个文章，我觉得他讲得很好。他说他一直觉得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在于说，从他发生的最初就已经是巅峰的状态，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，那种想要收割对方强烈的欲望，那种迫不及待想要就是直接跟他到未来的那种期待感期许，都在恋爱的时候就好像开始先被预知了，往后再怎么走都是下坡路。我觉得好像是这样。哎，其实还蛮有道理的感觉。但是我最近觉得我们不能说你认为你在撑着这个感情，所以这个感情就要列入考虑要继续还是要分手这样子。怎么说？要看是为了什么而撑。假设你今天是因为工作而撑着，哎，那 OK， 那合情合理。但是今天是你不知道你在为何而撑着，那这段感情就很容易分崩离析，除非是他们今天已经结婚了。所以他没有小孩。
对，你知道我其实本来也是这么觉得，以前对就是感情还没有这么了解很深入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反正遇到这个不适合的，或者是我们吵一点架或者怎么样，就分手就好。但其实我后来想想啊，结婚就是有老公或老婆的时候，其实好像就是这样，你现在就可能觉得四年五年你就撑得不想撑了，你就分手。但其实结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就是会不会其实感情到最后，我自己在想啊，这就是陪伴，或者说就是都是为了一个某一个什么点，就比如说养家嘛，然后养小孩啊什么之类的，就是你可能也不会这么放重的比例在那个感情上面，可能会更重的比例是在这个还有其他的目的目标。对，所以会不会这一段的感情就已经是变成升华成亲情？你要说是撑着，感觉好像硬要讲，也好像也算是撑着，因为是因为家庭跟小孩啊。我讲的有没有很有蛮有道理？有，我就自己就在思考。但不用这么自信吧。后面也有人就是去回复这个论点，我觉得他也讲得很好。他就说，虽然表面来看是这样子，这个也不一定说感情就是在走下坡，你可以去开展很多新的东西，就是在同一个人的状态下，而且至少说这件事情是我与你的过去，尽管我们现在是过了那一个巅峰，但那还是属于我们的巅峰。他不要走到那个零以下就可以了，是吗？对，应该说他都是在正值，而不是负值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这样。对，没错。然后我会觉得说，尽管这样听起来，哎，好像很悲观，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人的构造，就是你在这个青春年华荷尔蒙特别爆发的期间，你就是会容易，或者是一个新鲜期，不管是不是，你在这个年纪就是会比较容易做出那些特别浪漫、特别血气方刚，周遭人就是天哪，这个爱也太疯狂了。所以我觉得是正常的，应该是说你对这个爱的渴望度跟期望度是在往下的，就是说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你不会觉得啊，好像唯有爱才是唯一的目标。对，我觉得他讲这件事情是事实，但是不是代表就是他好像要否定掉爱情是美好的那种状态嘛？对，没错。就像你刚刚讲的说，爱究竟是什么？就是好像不能局限它，不能给它一个定义。对，就是说我只是对你，也许是我们的孩子，也许是我们的家庭，也许是像我们一起出去玩。我觉得这个都不一样。就是这些回忆也是爱的一种。对，就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或做多浪漫的事情，那才叫是爱。哦，他这样讲一讲有点。哽咽吗？有点暖暖的感觉，就是前面好像很黑暗，然后这样突然讲通了，就觉得哦，好像有点暖暖。这样很棒啊，因为我们就自动把它这样讲到快结尾这样子。对，还是把它导回正的。当然，我们频道本来就是希望可以散播这些是正向的东西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有点像我们两个在聊天，然后各自谈论自己各自的观点，就不一定是说每一个人都认同我们讲的观点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在跟大家讨论。的感觉啦。对，最后他就讲说他不知道该不该放手嘛，舍不得。那他也很难过，觉得他失去他一定会很痛苦，这样子只想一个简单爱情，怎么好难又好远。爱情真的是一个好难解的题。如果你今天想要问的是说适不适合继续在一起，我会认为说是适合的，因为你也愿意做撒娇啊，你们愿意出去玩都是很 OK 的。我会觉得其实是可以继续在一起，但是我觉得切记一点，永远要让自己或者是双方是往前的状态，不要是一直退步的。因为有时候只是你们的那个热度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，这时候比如说你去学一个新的手艺或干嘛，你是保持两个人的，其实就是跟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就我们看着自己的爸妈其实有时候也是这样子。比如说我们拍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争吵，因为拍片就有点像是虽然也是生活，但有时候可能是工作。像我们如果最近呢，你接到了一些工商好了，每一个人会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。对，就比如我认为我应该要这样做，那他认为他可能这样做，那这时候争吵就起来了。没有争吵就不会有更好的结果。其实这个在公司，在你出社会一定会遇到的。就其实我们也像同事一样，有时候很尴尬的点就是说，如果公司跟感情分不太清楚的时候，会导致明明是公事的事情，结果伤到你的感情。对，怎么办？有点像我们现在。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很激烈，可是冷静下来后，我觉得我们是因为工作上的这个分歧。比如说今天我们是同事跟同事，你可以很简单就是说你不喜欢什么点就拿出来讲，大不了我跟主管就说哎，我们分开好了，帮忙分不同组这样子，哎，那就解决了。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工作理念不合，但是不代表不能当朋友，不代表说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不快乐。如果是负面的话，我觉得是说，假如你觉得你们在一起未来也不会更好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就也不一定一定要拖
拖到那么久。比如说你其实你早就觉得你们也是不会结婚，你也就只是觉得把他当成谈一段感情，就是可能他也没有在进步，让你看不到未来。就是女生总是会想的比较多，因为可能会看到未来啊，你总是会希望你自己的男伴是更好的，比我更好的，对吧？对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女生看的地方。那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讨论有帮这个女生网友有好好的解释到这样子，然后什么决定就交给你自己来那个了。然后也可以给其他观众，如果你正在你的感情观里面正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也都可以参考看看。然后有任何的可以值得讨论，或者说你们觉得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的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欢迎跟我们一起讨论。没错，那我们影片结束啦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说他撑着这段感情是为了什么？假如是为了一个，所以我现在在讲啊。不可以讲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你先讲吧。是我讲完了。好 ，OK。